姬博士，小晴，你在哪儿啊？家里啊，有事吗？听着，你现在马上拿着手机离开那儿。都发生什么事了？没时间给你解释，赶快离开那儿，越快越好。可我去哪里呢？随便哪儿都行，只要离开屋子，越快越好，快点。好好好，我明白了。Thank you.
去死吧。我叫李一龙，一名不称职的警察。你们不是普通人，你们是一群精英，是国家的保护伞，是市民心中的英雄。英雄不是与生俱来的。只有经过艰苦的训练，不断的学习，流过泪，流过血，经过战场洗礼的人，才是真正的英雄。谁在笑？阿龙，出来！立正，上去！立正！龙岗特种警察部队，攻击组编号172，李一龙。到。MSG 90狙击步枪全长多少？165毫米。射速？800米每秒。重量？6.4公斤。弹药？7.62×51毫秒枪弹。如果你的队友被敌人挟制，你该怎么办？稳定敌人的情绪，第一时间通知总队。刚刚谁在笑？报告教官，刚刚是一群乌鸦飞过。作为一名优秀的黑豹队员，你们要时时刻刻保持着警惕，记住，你们的敌人就在眼前。
报告长官，人质已经不见。跑你个头啊，全部都已经被你干死了。阿龙，你给我回来，立刻，马上，现在。王队，这是攻击组1752李一龙。好，就他了。黑豹队作为世界上最优秀的特种警察部队之一，创造了零伤亡、零失败的战绩，而你的存在，简直是我们黑豹队的耻辱。现在我命令你，马上给我滚蛋！滚蛋？凭什么叫我滚蛋？哼，我的存在给黑豹队带来了多少荣誉？20枚铜牌，10枚银牌，8枚金牌，还有15枚团体射击铜牌，12枚团体射击银牌，5枚团体射击金牌，8枚自由搏击金牌，10枚自由搏击银牌，12枚自由搏击铜牌。请问你凭什么叫我走？你听得到我的心声？没错，我听得到。你不尊重长辈，欺压弱小，没有团队精神，目空一切，你连最基本的数数也不懂，谁是人质，谁是匪徒，你全然不知。这是个意外，谁叫人质没事瞎跑？不要再说了，我已经决定了。你可要想清楚了。好吧，给你1分钟的时间，说服我。在部队里，你是最了解我的人了。我从小就失去了亲人，这儿就是我的家，我的依靠，我的亲人。如果离开了这个家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活。王队，已经按照你的吩咐安排好了。你做得很好。你要去哪儿啊，司机？你谁啊？停车！我让你停车，听到没有？停车！我是龙岗刑侦队队长黄振明。啥？说？卧底吗？你是李一龙，对吧？前黑豹队1级队员，曾在多届射击比赛中获得多个金牌，外号小飞龙。你可惜你现在已经不是黑豹队员了。那又怎样？我都咬不拉屎，我才不稀罕。现在有个机会，你可以考一下。他叫大铁飞，东南亚头号通缉犯，去年在越南劫持了
八家银行和几个抢走1500万。后天他会来到龙岗，我们不知道他要做什么，但肯定不是好事。后天下午3点，他和阿豹会在麻油地碰面。我们不知他们的动机是什么，想派一个身手敏捷的人请进去收集情报。所以你找到了我？对，不错，就是你。你前一句说什么？对，就是再前一句收集情报。再前一句，我们想找一个身手不错的人。如果这方面有点清楚，比如说和颜如天貌比堪。黄队，什么情况？几点的目标还没有出现？你给我闭嘴！老板，拿单来了。你好，一共100块。小宝贝真可爱，真乖。宝贝，回来！喏，还给你。谢谢你。他挺调皮的哈。是啊，他叫阿龙。啊？叫什么？阿龙。阿龙？是啊，怎么了？名字挺特别的哈。是吗？我同学都这么说。我叫小琴。很高兴认识你，你呢？我叫小龙。请注意，目标出现。哎。老板娘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，就知道偷懒。我才刚离开一会就在那瞎聊天，烦了是不是？不想干了。这是一种大范围毁灭性武器，它的破坏力是核武器的10倍。哇，这么厉害！只可惜，
啊！我说过。处长，你听我说，有五天，就是五天，如果没破案，就给我滚蛋。这是白衣服刚送过来的尸检报告。一共21块，不用找了，记住今晚10点。上周我在旧工厂发现了小林的尸体。这就是我们的黄校长。校长，黄队，您，你先出去。哦，好。黄队，什么情况？你怎么成校长了？我这不是怕你一个人搞不定吗？所以过来帮帮你。我搞不定，我是谁啊？黑豹部队头号杀手小飞龙，还有我搞不定的事儿？年轻人不要这么嚣张。什么意思？你这分明瞧不起我呀！我就是瞧不起你呀，熊孩子！有种再说一遍！我瞧不起你，熊孩子！再说一次，熊孩子！你说熊孩子！再说一次，熊孩子！熊孩子！死胖子，有种单挑！单挑就单挑，谁怕谁呀？来呀！来！你们，小晴，有些时候眼睛看到的未必就是真相。不用解释，我明白。不，你肯定误会了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想的哪样？我不知道你想的是哪样，但我肯定的是你想象的跟我想象的不一样，你眼睛看到的跟你想象的也不一样，你看到的跟事实更不一样啊！上课吧。哎呀，谁扔的香蕉皮？不知道学校是我家，完全靠大家吗？年终测试现在开始，请大家打开有试卷的信封。测
测试啊。两分钟，请大家抓紧时间。好了，时间到，请单号的同学把 A 卷放回信封，双号的同学把 B 卷放回信封。B 卷。相信我呀，我真的没有拿。那个谁，你看什么看？没见过吗？滚开！啊！走，走。我叫小虎，你叫什么？他叫英群，真名叫刘英，在学校里可以说是出名远播。暗地里，他经常把学校的一些研究成果偷出来卖给黑市。我听说他经常和外面的黑社会有来往。
你怎么了？我的会议感动，阿豹，快去查查，看看是谁在动手脚。是。接着说。我跟他交手时，身手敏捷，不像是一般黑道人物。我担心。担心什么？我担心是警察。不，绝对不可能。阿弟已死了，这次行动也没几个人知道。赶快，三天时间，立马给我把文件偷出来。还有，查查这个姬博士是谁。你的脚怎么样了？没事，就凉血而已，死不了。这是三级刚刚发下来的关于量子武器的资料。量子武器？哎呀，这不是龙哥吗？来，里面请。走。你们这几个，走。来，每个人坐这里。上次的事情是个误会，你别在意啊。来，喝了这杯酒，之前的事情烟消云散，以后咱们就是好兄弟了。
校啊，我哪有什么文盲，我可是积极奋斗的好青年啊。什么？好青年？什么？你不信？你问哥几个。哎，兄弟们，我是不是好青年？对呀、啊，老大当然好青年啦。我手上有个活，想不想干？什么门啊？这是关于量子武器的研究报告。哇塞，好家伙啊！你是从哪弄到的？你不相信我？哎呀，不敢，我怎么不相信你了？你帮我找一个好的买家地，事成之后分你两成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啊，喝了这杯酒，以后咱们哥俩有钱一起赚。方教练，你终于来了，来，请坐。我给你们介绍，他就是咱们体系新来的跆拳道教练方文，他的本事我可是见识过了。这位就是李一龙，我们见面了。好，既然你们都认识，那我就不介绍了。来，咱们干了这一杯。刚开始答应你，余烟，我不能做。
我可以找你聊聊吗？好。其实我跟方文已经分手了，并不是因为你。我跟方文从小到大是很好很好的朋友，无话不谈。可自从他回国之后，我觉得我根本不了解他，他的事从来不跟我讲，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干什么，甚至我会感觉到害怕、恐惧，他的眼神、微笑，甚至细微的一个动作，我都觉得好像有事要发生。我跟他不合适，我告诉你这些，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跟他分开，跟你也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不需要为这些感到自责。其实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你正在做一件非比寻常的事，你不告诉我，是想保护我。谢谢你。我可以等你，等这一切结束之后。李一龙，敢不敢跟我打一场？没有人敢从我手上抢东西，也没有人能从我手上抢走东西。除非我已经把他给认了。来啊！来吧。好些了吗？今天请假了。这玩意儿没什么大事，我就觉得好，你不应该打。我只是担心你，想来看看你。过几天我爸爸回来了，可以陪我去接他吗？黄校长，哦，你小两口躲在这儿，那我好找。你们聊，我先去把水果。一龙，有这么好的女孩子照顾你，你看你一脸死相。黄队，别笑，现在什么情况吧？放心，万事俱备，就差你这股东风了。嗯，这次。哎，不打扰你们，我有事，我先走。哎，我。
胃口还不小，想在我大铁飞手里吃的，吃喂，黄队，大鱼上钩了。时间几点？文安堂，晚上七点。东西到了没？大哥，我的钱呢？嗯，他妈的，敢耍老子！兄弟们，上！是警察。兄弟，撤！表现不错，回去给你记头功。好。
姬博士。解释，赶快离开那儿，越快越好。可我去哪里呢？随便哪儿都行，只要离开屋子，越快越好，快点。好好好，我明白了。
去死吧！小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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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晴。小晴，啊！小晴，我带你去医院。勋章奖项，人生三级，你还不满？这些只是个名头而已，最重要的是这个案子你为什么不给我？能力本事我哪个不符合？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你看看谁来了。现在才几点啊？五点而已，哪有那么早关门？他们选的不是挺好的吗？为什么要选？你就再陪我选一件嘛。好吧好吧，